不确定哦，这个坎贝尔的 premontrite 给勾起来的话，好像就好了哦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，这个看起来合成起来好很多，比起我们刚刚的结果，所以我们再跑一次合成。哇 ，OK， 果然哦，好非常多。那这个坎贝尔的 premontrite 哦，必须要勾起来。所以各位如果要拍那种真实虚拟融合的影片，你就可能会需要用到这种序列背的技术，这个蛮重要的。